为了夺冠，原知大学开发出奇袭战术。原知大学在今天的 PK 赛中完全被敲扁，殊不知队长张云瑶心中已有了特殊应敌策略。开播到现在还没有用这个策略，没有想到他会用这种方式。请锁定今天的晚间10点超市金头脑。